菜五，嗨，嗨，原生大饭店，周董是为了要来你们家买的四瓶原生大饭店的啤酒，怎么好意思呢？太邪了哦！别那么客气，是这样吧？大家来看到就很开心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先拿去冰箱，先拿去冰的啊！这个袋子再给我，啊，晚上我们就把它，怎么晚上？没有没有，晚上要去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拿，我们人家开干净哦。我们订桌订好了，等一下吃饭。喂，海水哈，我们刚。不如等你公婆不吃啊。我们在吃饭呢。没有。别别在两个人咖啡。没有。啊，有咖啡要买不？你这是咖啡正在喝哟。在忙哦。来坐坐坐。来，坐坐。来坐坐来。哇。坐了。坐坐坐坐，请坐请坐。哎，专门去圆山饭店广利。哎呀，哪个来啊？